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粉丝制作的跑酷地图，叫做忘记了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由于我跟小铃铛很久都没玩那个粉丝制作的跑酷地图了，所以这次玩的这张地图它是那个跑酷加解密。每过一关跑酷关卡的话，它都有一关那个解密关卡，所以要求咱们跑酷技术之外还要加一些智商，所以小铃铛你放弃吧。好吧，那你就在前面吧，哥哥。这张地图的话，那个咱们输的人可是要接受惩罚的，惩罚就由小伙伴们来决定啦。当然除了暴躁以及那个露脸，还有一些隐私的问题拒绝。好了，咱们看一下告示牌上的内容。这边总共关卡的话有六关，第一关冰与火之歌，木头做的与小铃铛，别吃蛋糕，凌波微步，最后的冲刺。然后那个作者的迷你号啊，我就在这里，喜欢这张地图的小伙伴就赶紧去下载吧，么么哒。来吧，各就各位，预备备，冰与火之歌，我看一下水加岩浆，咱们需要吃这个长条面关，长条面包度过，开始。冲呀冲呀冲呀，哇哇，你速度怎么这么快的？不知道，哥，你是不是在屁股后面打我了呀？没有啊，所以我就特别快，还说你顶着我了，对，你顶着我了，顶你个头啊，神经病啊，你走开，去你那边，不要挤我这边来，我就要挤，我哎呦哎呦哎呦，你个死胖子，哎，你差点把我挤下去，得了。吹啊吹啊，这里是干什么？有蛋糕，吃蛋糕呀，吃蛋糕。哎，你看一下水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有牛奶和饼干。走喽我怎么出不去？第二关木头做的鱼，我告诉你，叫声好听的我就告诉你。好哥哥，你瞎呀？床后面有个椅子啊。我看到了刚刚。第二关木头做的鱼，哎，这是我自己的关卡，我要是在我自己的关卡掉下去，那就真的是丢脸丢大发了。那你就去想吧。来吧，小铃铛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掉。好了，我继续往前走。哎，小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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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小铃铛这一关，哼，什么跑酷能难得倒我？这边阿顿跳漂亮，来，小铃铛，看你过来，我牵着你的手，面对你，面对你自己的关卡。都说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你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再见。这个一点都不像铃铛，这一点都不像铃铛，明明像个松仔，是松仔，反正就不像铃铛。哼，这关加油，你要相信你是最棒棒的。嗨，哥哥，我没拉住你的手，对不起。哥哥，你没牵住我，真的是，把我给摔了。你连自己连自己都。哎呦，我又看不下去了。哎呦，我先跳过来点长线。哎呦为什么我牵不住我自己的手？你倒是吃鸡呀，傻的哟。鸡呀，我吃了鸡呀，哥哥。啊，短跳啊。哎，发生了什么？我就不相信。我操，够不着自己的屁股，够不着，真的够不着你的手，哥哥，我尽力了，我真的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哎呦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往前走了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的妈呀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这里有香香香，这一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找那个，应该是找材料合成钥匙。哎，这里有个箱子，就一个木板。随着我的记忆越来越少，需要一个大盘。
这里还有一个。哎呦！嘟嘟滴滴嘟嘟滴，嘟嘟滴滴嘟，嘟嘟嘟嘟嘟嘟滴。加油，加油！你要相信你是最棒棒的。你如果连自己都挑，哎，连自己都挑战不过的话，那你就吃翔去吧。哎呦！蛋糕这一关你连跳啊，你跳最后一格的时候你按连续按两下空格啊就可以蹭上去了。蹭不上去，真的蹭不上去，哥哥我根本就没有碰到那边。那你感受绝望吧，我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接受惩罚吧，小伙伴们不要跟我不要跟我客气，不要给我面子。就算你可能不太相信，64个鸡我现在只剩40个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一关需要能量剑跑吗？哎，我觉得这一关我可以用吃个鸡跑过去，跑不过去小铃铛吃翔。啊呜，说出来你可能不太相信，哥哥。嗯。我的鸡现在只有39个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你是要笑、哎、你是要笑死我继承我的遗产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其实是想吃鸡而已，我只是很想吃肯德基了。我找到开关了，找到开关了。哎，这里是干什么？哥哥我很想吃肯德基了。坐着我爱你。啊，我只是想吃肯德基了而已。嗯，对，你要是能追上我，我就请你吃肯德基。真的吗，哥哥？你永远都没机会了，我已经到结束屋了。哎呦，你确定吗，哥哥？确定。我直接就往结束屋跑了。这是浏览地图，然后这边我就不信你速度还要比我快。你知道结束屋在哪吗？哼，我看到你了呀，我是跟着你走的呀，哥哥，你是不是傻哟？但是你进不来。哥哥，我就在你后面，我追上你了。快来追我啊！追我啊！来追我、啊！来追我呀、啊！来追我呀、啊！我追上你啦！我要吃肯德基。哎，我先到的，我先到的，我先到的。我追上你了，我这就算追上你了。好了，咱们结束这期了吧？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